我姐在相见里想送卡通礼盒给双方家长当礼物。我们来帮我躲起来吧。他们走了，谢谢你。你跟我们守在小叔年纪好像差不多，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，也能一起去旅行。恭喜你找到了跟你吻合的基因，你的父亲在很久以前就登陆基因找女儿了。你知道被父母抛弃是什么感觉吗？虽然很憎恨，但却又很思念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现在很美丽。